我们之前就认识，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甲方。那你觉得李泽南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啊，他挺好的。嗯，但是呢，他有时候有一点，有一点点的严厉，严厉，挺严厉，有点意思。 雅妮姐，你现在想不想？说话了。未来的叶首席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案子，感觉怎么样？ 万箭穿心，甲方太难伺候了。胡总，胡总，叫雅妮姐。不好意思，雅妮姐，您要不要先看一下这个营销方案？这样吧，我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有个朋友要过生日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就在那儿过方案吧。好啊，上车。